所以，你选择在生日的时候，为我实现愿望清单。没错，更进一步来说，是把想要一起做的事写下来交给对方，两人一起实现。比如你有什么想和我一起去的地方，一起看的书，都可以写下来，我们一起去做。同理，我也会把我的愿望交给你，至于实现这些愿望的时间，我想就也让对方来决定吧，算是保留一个小小的惊喜，怎么样？我只是有不少想和恋人一起实现的愿望，却总没有机会。我想你应该也有类似的体验吧。没问题，既然当初我们已经约好了，一切就由你决定。而且看起来你应该早就做了充分的准备，对吧？好，那么从现在开始，我的时间就交给你安排了。我很期待这个由恋人为我庆祝的第一个生日。我很期待这个由恋人为我庆祝的第一个生日。所以，我很期待这个。
饿了吧？快坐下吃点东西。之前特意按照你的口味做了调整，看来成果还不错。这就是你之前说要做的三明治吧？我尝尝。味道很好。没有的事，我反而觉得你已经十分用心了。在我看来，这个三明治可是一点都不普通。你看，不仅吐司和酱料都是我最喜欢的，还加了不少可爱的小细节，比如煎成爱心的鸡蛋，切成花朵的香肠，星星形状的黄瓜，这怎么能算考虑不周呢？所以在我面前，你完全不需要顾虑许多。对我来说，只要倾注了你的心意，就是最珍贵的东西。同样，这也是我把野餐作为愿望之一的目的。我想和自己爱的人无拘无束地分享交流，无论是挑选场地、采买物品，到今天我们一起品尝食物，都让我觉得很开心。因为这些都是和你在一起的时光。当然可以，那就等你来了。
乖孩子。放心，我没事，只是眼镜有些糊了。我记得眼镜布放在旁边的包里，但现在……你似乎看得很入神。要不要再仔细看看，有没有擦到让你满意的效果？
的确很浪漫，而且在斯沃尔特还有着关于漂流瓶的古老传统。据说一起在海边放漂流瓶的恋人会得到大海的祝福。传说居住于漂流瓶中的精灵与人类女孩相爱，精灵永生不灭，人类的生命却十分有限。不久人类女孩便死去了，最后的愿望是请求精灵将她葬于大海。精灵答应了，并将自己封印于瓶中，在大海中与恋人永远相伴。所以漂流瓶也有了让恋人永不分离的寓意。为什么放沙子进去？原来如此，是未明氏的见证吗？那么，就把我们在未明氏曾经、现在和未来的故事，都讲给大海听吧。他会带着我们的心愿去向大海的远方。这是雪夜花鱼饼。鱼饼最好是趁热吃。
尝尝看。怎么样？还吃得惯吗？那就好。之前我还有点担心你会不习惯这道特色菜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嗯，作为有名的特色小吃，加了斯沃尔特特产的香料雪夜花，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。而雪夜花令这道菜酸涩的口感中带有浓郁的苦味，第一次尝试的人大多很难接受。不过很高兴你能喜欢它，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味蕾很有缘分。算是吧，尤其是小时候。它的口感很独特，作为民间小吃，很受当地的小孩子欢迎。不过我当时会喜欢，主要可能是因为难得吃到吧。对普通人来说是，但我小时候也是有专人管理，十分严格，只能吃定制的一日三餐，偶尔出门才能尝到这个，所以在那时的我心中算是可望不可及的美味。嗯，不过都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我选择这里作为愿望的原因，只是想让你品尝我之前喜欢的味道。对我而言，这是和你分享曾经的一种形式。即便不能回到从前参与彼此的成长历程，也能通过某些有标志性的物品创造回忆。这么一想，也是件很有趣的事吧。哦，比如呢？好，我们一起去。Thank you.
孩子们都回去了吗？坚持了这么久，觉得累吗？谢谢，希望你们天天开心。看来这都是他们的心意。怎么会呢？事实也证明，你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。你看，这次比之前的诊疗都更有效率，效果也更好。我想，是因为你独特感染力的缘故吧。嗯，具体来说，就是爱和陪伴的力量。这里的孩子缺少在正常家庭中成长的机会，也缺少亲人的关爱，所以会格外渴望这些。同时，他们也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，这正是我想来义诊的初衷。我希望多研究下这样的病例，尽可能减少类似情况发生。不过，作为研究者，我也有欠缺的方面。或许是因为过去的经历，我自认为不是个能做到温柔陪伴他人的人。但对儿童的治疗来说，或许共情是一种更有效的方法。嗯，虽然我很难做到，但你不一样。我想，如果有你陪着他们，应该会产生更好的治疗效果。嗯，甚至比我预想的更好。每次和你在一起，孩子们总是能敞开心扉，不会回避治疗。每次我们回去的时候，他们也总是依依不舍地牵着你的衣角，跟你说再见。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，我认为这正是你独特的魅力所在。这只是一部分。除了这些，对我个人来说，也希望身边时刻有你的陪伴，所以下次也和我一起来吧。这个嘛，其实是很基础的花型，上手并不困难。不过，比起单纯的讲解，还是带你实际操作一下效果更好。来，手给我。我带着你做一次，可能就会找到感觉了。看好。好了，蔷薇的做法就是这样了，学会了吗？还是说，你想要多练习几次？好，
水晶木马。这花纹是果然。不过这是斯沃尔特的东西，你是怎么想到的？还有向对方传递自己不渝的纯洁之爱，对吗？当然，你送的所有礼物在我心中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尤其是这个。作为斯沃尔特的特色，以前我的确见过不少水晶木马，但对我来说，它们大多是身边人批量买来的民间玩具，和那些普通玩具没有任何区别。我见过有人把它作为送给亲人或恋人的礼物，却没有一个是真正属于我的。即便在书上看到过它的寓意，也从未想过会和我有什么联系。从小到大，我都认为它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物品，直到今天，是你让它在我的眼中第一次拥有了爱与祝福的含义。它足以替代那些不愉快的回忆，让它们成为过去，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。现在唯一重要的就是你在我身边。这套衣服很适合今天的下午茶。我也这么认为。看来我们品味很一致。又见面了，你也很期待吗？在你面前，我从不介意暴露脆弱。了解的越多，你越会发现，很多人根本不值得同情。肚子饿了吗？我去做你最爱的甜点。想听我的课但没座位，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呢？别闹了，帮我把眼镜戴上吧，我不想看不清你的样子。你可真是越来越大胆了。谢谢，我会将你的礼物与祝福收藏好，包括这件驼色羊绒衫。
谢谢，我会将你的礼物与祝福收藏好，包括这件驼色羊绒衫。在你面前，我从不介意暴露脆弱。想看我运动的样子，那就周末再去打马球吧。基本的宫廷舞步其实并不难，首先扶好我的肩。谢谢，我会将你的礼物与祝福收藏好，包括这件驼色羊绒衫。喂，是我。这个时间你应该还没休息吧？那就好。对了，你说喜欢今天的蛋糕，我就打包了一些给你带着，待会儿记得放冰箱。我想这样明天你就不用特意准备早餐，可以稍微多睡一会儿了。体贴吗？其实我自认为不是个体贴的人，只是在你面前会不自觉地温柔下来。你问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最重要的人。司空见惯的风景，习以为常的食物，都因为有了你的参与变得不再普通。他们都被铭刻上了我们共同的独特回忆，成为了我心底最宝贵的珍藏。对我来说，这正是实现愿望清单的意义。从去年到今年，因为你的陪伴，我的每个生日都非常开心。所以我不禁有些期待明年和之后许多年的生日了，而这份对生日的期待正是你赋予我的，所以你是不是要负责到底呢？好，既然你答应了，可就不许反悔了。嗯，我也一样。不早了，今晚就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见，我的蔷薇。